目主持人董佳佳出场。谢董事长，大家好，艺术与中观哈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快乐。今天也非常的荣幸，咱文化局40周年，俺小弟我都站在舞台顶跟大家见面。哦，我今天跟董事长呢完全无讲介绍。你今天无我来，我都唔敢玩啊！哈，你这里这么盛大、这么温暖、这么开心的日子，非常的好，非常的欢喜。冬天。文化有今仔这场面哦，已经经过一段真吃命的岁月伫遮，你念以后，咱再慢慢来解释。